趁老公没来先把鸡腿藏起来，鸡蛋可是好东西，我得多吃几个。背着我偷藏好吃的，等一下要你蒙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不能全吃了，留两个鸡蛋先稳住它。有人嗯，这老六我真的服了。哎呀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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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吃饭了。来吧。哎呦，这么向着我，还有鸡蛋呢。对呀，特意给你煮了个蛋。哎呀，真向着我呀。媳妇儿对我可真好，一个鸡蛋就想打发我，看我等下让你哭。辣椒酱不够我，再拿点。不够啊？嗯，没事，这辣椒酱我跟你说，管够，我老多了。可以呀。还想用调虎离山之计，今天我可是有备而来的。嗯，这香香辣辣的啊，嗯，真好吃。哇，真爽。家人们，你们吃过这个1.99的这个辣酱吗？我跟你讲，它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哎呦，老好吃了！19.99，真给你们发10罐啊！你把它拌个面条啊，配个米饭啊，或者夹个馒头啥的，我告诉你，老香了。而且啊，它是分两种口味的，一个是这种爽滑香菇的，底下这种这个是大豆香菇的。我告诉你，老好吃了！你当个火锅蘸料啊，或者是配个馒头、配个米饭啥的，太好吃了啊！那个链接给你放在视频左下角了，喜欢吃的可以多囤几单。哇，哇，嗯，吃完了。哎，吃完了，一会儿记得桌子点了碗刷了啊。行。终于走了，这下能吃鸡腿了。两个鸡蛋，儿
媳妇一个鸡蛋，儿子两个鸡蛋，儿媳妇一个鸡蛋，这一个鸡蛋给谁呢？哎呀，给我儿子吧。哎呀，儿子啊，你够吃吗？说实话不太够啊。儿媳妇，你别吃了，我给我儿子，这回够了，这回够了。哇，你都给他了，那我吃啥？等着啊，儿子，长，一会儿还有好吃的，我去给你搅去。啊，好，都是我的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你把我的面吃了，一会有好吃的我也不给你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一口一个鸡蛋，真是太满足了。再来点这个香菜面。真香！哎呀，哇，来，烤鸭来了！老爸，给我的吧。哎，改当给我儿子吃的。给我的，拿走。嗯，你吃面。哎呀，哇，哎啊，打一会儿吃。你看看我儿媳妇，你瞧瞧都馋了。来，拿它吃完的，完再吃。哦，该吃瞅啥呀？好吧。这烤呀可真香，一会儿都是我的了。吃个香蕉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香菜面可太好吃了，香菜味真是超级浓郁。吸我了，我叫你他妈的！啊，真香！哎呀。这面可真香，浓浓的香菜味可太爱了。吃的可真慢，要不是有烤鸭，你一口都别想吃。啊，真香！咋样，香菜面好吃吧？好吃。家人们，我跟你讲，白象新出的这个超香香的香菜面啊，一上架就咔咔卖爆单啊！怕咱们香菜不够吃啊，给咱们加了两包香菜啊。这对于香菜脑袋来讲，这不快乐加倍吗？它里边这个面饼啊，用的是那个用香菜汁做的，你味道特别浓。我打给你看看，看看这绿色的面饼，一看就有食欲啊！爱吃香菜的一定要不要错过这个超香香的香菜面啊！东西给你放在下方小黄车了，喜欢的囤一单尝一尝。呀，吃饱了？吃饱了。哎呀，吃我的大烤鸭了！哎，鸭！哎呀，这怎么只有鸭头爪子呀？鸭头，你吃吧。哎呀，肉呢？定个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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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锤啊！我吃第一盘。吃的太香了，看着都饿了。嗯，哎，定更锤啊，又吃第二盘。老板加油啊，这后面还有烧鸡呢。二来。谁吃啊？再来一罐，一人一罐。哎，少倒点，你给我留点啊。
家人们，我们吃这个香菇辣酱啊，非常好吃。我跟你讲，才一块多钱一罐啊、哦，它是由新鲜的辣椒和香菇制作而成的、哦。你是夹个米饭啊，配个面条啊，或者炒个菜啥的、啊、都好吃。最关键的是啥？真的是非常划算啊，才一块多钱一罐啊、哦。东西啊，给你们放在下方小黄车了啊、哦，喜欢吃的可以多囤两单。嗯。来二来什么来一来？哎呀我去！等等，我太难了。